嘉义教育中心的幼儿启蒙方案提供着绿色的亲子教育的课程，今日举行着结业和成果的发表。在这个课程当中，和家长和儿童在教育方式有学习的机会。在课程带来幼儿成长，也和在场的母亲感觉真感动。嘉义教育中心幼儿启蒙方案实施到即卖已经第八届，针对着弱势家庭，亲子提供亲子教育课程，内容包括着幼儿的身心发展评估以及亲子互动的能力这两大项。希望经济弱势家庭的幼儿可以有甲一般家庭同款的发展机会，互伊会用伫生涯的起跑点顶悬有同款公平的机会。要一个团体的规范，还有结交的一些小朋友，那有些部分的发展迟缓的小朋友呢，透过一些游戏的一个复训的过程呢，但是慢慢他发展他的一个动能，还有他的语言的能力这样。成果展示亲子共创作品，也够学习过程的记录。家长跟小朋友他们一起把它做起来的，那我们当然就请老师来帮他们教他们怎么做，这个他们小朋友的一个成长的记录这样。透过这个过程里面，也可以他们让他们分享，彼此分享他们从开始到结束那个成长的一个历程。十四号启明家庭，家长经过一冬80小时的努力，除了家庭有亲子教育成长之外，小朋友的学习以及生活技能，家长深刻的感觉到囡仔会进步。感谢教育中心的协助，相信这课程对于这些弱势家庭有针对性、直接性的影响。教育中心祝福小朋友正常快乐的成长，希望启明教育有启动弱势家庭脱离贫困的契机。谢谢新闻创民党嘉义市采访报道。